个咸狗胎，只个你狗好厉害。有出你狗十六克经验老王，有出鬼婆也是当日克经验老王。阎罗王就算是问阿鬼婆，乐我多个，乐作秘书。鬼婆就是禀报，正人遐老有客入寺，还请大王开恩。阎罗王碰死就落，即刻插香，光开方便之门，我中了砸灯难干，倒脱再做难。阎罗王说落来，心安尼高，乐我多个，做咪野生。尼高如如是禀报，食斋拜佛，诵经度难，大王开恩。阎罗王听了头青耶，食斋诵经，佛口抓心，来啊，跪直白的妹，机灵给骨子。食落你个，你哥听了请求，大王请差，我做你哥是可能推介，证明我是正人邪路，光开方便，有客就去啊！哎呦我的妈！